内场大一点。好，那我团员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哦，因为我们都是比较老的人，所以可能大家不认识。然后他是郭老师，然后他是好吉他界神人。然后再来这位是范宇，他今年要毕业了，对，希望可以毕业。好，然后再来这一位是被水利耽误的羽球国手，他叫郑红。对，然后最左边那位，他是我们的灵魂贝斯手，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奖杯，然后第二次用贝斯上台的时候就等等就知道了，这是他第二次。对，然后我是羽力山高，然后就你能不能先讲？哦，我们贴好了吗？要试一下吗？都好了吗？那浪费大家时间可以。好，好，那就是最近要期末了，不晓得大家会开始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干嘛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首歌，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且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带来这首绿秀演的《说梦人》。
谢谢。